哦，我回来了，各位。外面是在飘风吗？飘雪吗？好，我们继续吧。今天来到了第二十天 ，20th day。第二十天。好，我们要干嘛呢？看下地图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我有几个，我有一件事情非常想要做，就是去杀熊。拿熊皮，欸，不对，这里这个房间没有工作台，所以，要找先去杀熊，熊在这边，然后杀完熊之后，欸，这个入口是我们昨天进来的那个入口吗？所以在入口往前的位置可能会有熊，然后杀完熊，希望顺利啦。可是旁边没有房子，有点危险。欸，等一下，有车子。我杀熊跑到车子里面，他会攻击我吗？好刺激哦！然后好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来试试看。OK， 我看一下聊天室哦，等等。回来了，听说这间房子有个故事。暴风雪来的时候，一个心痛的父母把孩子丢到直升机，因为直升机负重过大。但是啊，这真的假的啊？这是官方的故事吗？好，我们现在的血量100%，这个只有一个记录，也不能说备份一下记录，所以，好吧，我们去吧。为什么要配星际大战的音乐？看看，啊，不行，这温度不行。好吧，那我们先。来，继续看那本书，好吧？放这边，好，继续阅读一下，研究研究，先2个小时。哎，封面小了，封面小了，听不到声音了。还有被骗了，烂呢、欸！原来是你编的。好，我们带睡袋、枪啊，刚差点忘记带枪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把枪是我原本的枪吗？看一下啊、哦。对，那这把里面。这一把里面有子弹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有吗？好像没有，没有。好。哎、欸，枪分解可以拿到什么？碎铁，好烂哦！不要分解。哇，好棒哦！好，走。啊，不行。不行，好啦，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要，哎、欸，太口渴了，喝一下，再挖点厕所的水，厕所，马桶水，全部拿起来好了。食物再储一点在冰箱好了，太多了。好的，好，我们来修一下衣服吧。既然真的没办法出去的话，修复地下室，哪里有地下室？外面吗？外面地下室吗？这里没有地下室啊。整天都会播哦，今天。哦，哦，体感温度8度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直接去吧。等一下我绕一圈看一下我们地窖。
狗屋，地窖我记得是啊有，算没关系没关系，之后再进去。猎熊日记开始。很危险的，不要乱学。不过一般人要学应该也很难，一般也正常来说应该是不会碰到熊，除非你刻意要去找动物园的熊，那我也是管不了你。动物园的动物都很可怜啊，大家不要去消费，不要去动物园消费啊，抵制动物园知不知道？动物园是不该存在的一种机构，我觉得。哦，对啊，柴犬超强的，你知道柴犬那个他的照片是柴犬的吗？他真的超厉害的，很强很强。地图，我现在在这个位置，直直的过去，可是他前面有好多坡哦。然后车在这边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熊在不在好了。这样感觉不太能够跑到车那边欸，太远了。台北动物园救了近百只丢弃的，唉。动物园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动物园根本不该存在啊，它只是娱乐民众用的一个机构而已。如果大家真的要了解动物的话，可以看书，可以看电视啊，可以看节目啊，或是真的去大自然看真正的动物，而不是把动物抓起来关在一个地方，很奇怪欸，超奇怪的。如果动物园救动物，那不叫动物园，那个应该叫做保育动物的一个机构，应该不叫动物园。动物园是拿来让民众观赏动物，超诡异。欸，熊洞是这个吗？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只熊啊。我们现在玩的游戏都只是游戏而已，大家不要当真的，因为我们平常不会在这种冰天雪地里面，我们是为了生存才要猎杀的。嗯，才要狩猎的。没有熊，熊不在。我看一下还有哪里有熊好了。没错，这个位置是没错的。这里还有一只欸。好，我们去那边好了，好像也不会说太远。然后经过河，看一下啊。可是那边一样没有任何房子。欸，我发现熊好像距离拉开一段距离的话，它就不会追了，像上次猎杀熊一样。好，我们去这边。左手边。回去避寒一下，补充一下喝水吃的东西，补充一下热量，然后再出来。我们先去旁边那个废弃的矿屋那边看一下有没有东西可以捡好了。可能会有尸体哦。不去车了吗？不去，这样来回其实蛮浪费时间的。而且我现在，对啊，搜索物资，现在物资还蛮充沛的，不需要。有，地下室先晚上的时候再说。美国已经吃晚饭了。
哦，食物中毒啊！那个是不是太要吃止痛药？那个肉太让人腐败，太腐败了。剩余休息啊，要休息10个小时才会好哦。我们先躺下好了，反正现在那个体力也有点低，顺便回一下那个温暖纸，躺3个小时。哦，度过20天的成就解开了那个 Steam 的成就啊，没关系啊，肚子痛 OK 的，直接出去吧。走，我们继续，我看一下位置啊。我们前方这个方向直直走过去，走到底，就有可能遇到熊。哎，啊，这我丢的。体力痛，体力，肚子痛，体力又掉很快，是哦。不用带睡，不要用睡袋，睡着那种。哦，好，好，在房子里面就睡床。对啊，我刚刚想说床跟睡袋有差吗？然后之前玩好像记得没差，所以就直接睡了。因为床还要走到2楼。哇，这里，哇，很容易迷路哎。好，记得这个10块，这到处都10块啊，根本看不出来差异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树根被拔起来，树根。好，希望我记得住方向。好像哦，每个地方都好像哦，天哪！哦，有湖，有一条河流。看一下啊。应该是这里前面。如果没错的话，上去应该就会看到熊了，所以要准备小心。或是他出来在这附近游荡，有可能。血是那个，因为那叫什么食物中毒的关系在掉。不过它掉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就停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看到花木，对，忘记。如果看到的话，91，我在注意，我在注意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洞，这个洞，没有错。好，注意哦。可是这个好像有点太近，就算看到也没办法射。哎，这是熊骨吗？跟之前一样看到骨头。好，我们他应该在附近游荡啊，应该是他的食物。好，反正这两个位置我都已经知道怎么来了，就交换来回，一直调查这样。我觉得可以再哦，现在掉，好，我们回去好了。然后去那个地窖搜索，隔天再去2个熊洞晃晃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什么尸体？鹿吗？赶快把鹿皮给扒了，因为鹿其实鹿还是狼啊。
哎、欸，不是，是人。对，鹿皮也不止要一个哎、欸，等等，它好像有好几个，所以我光筛一个不够。那其他动物也要狩猎，没错，对。鹿看到鹿就狩猎一下。OK，其实这个农庄里面也都有可能会有鹿跟那个熊出现，做陷阱抓兔子。好主意，可是我要找到工作台。哦，在掉了，在掉了。剩7个小时。地下室有工作台吗？好啊，等下待会下去看看。现在因为读书原因玩不到电脑，先要专心读书，所以偶尔看看直播就好，不要玩游戏，沉溺于游戏之中。等下我们去地下室好了。等下太重了，先把枪跟睡袋摆的，不是太重，应该是太累才对。好了，我们先躺下好了。躺着太有点太那个疲累值有点太高了。反正晚上去搜索地窖也 OK 啊。等下先吃点东西好了，我怕等下饿死。I'm gonna need to rest soon. 好，OK。读书重要啊！如果是国小、国中的话，真的要好好读书。然后，如果是基本教育学的差不多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兴趣了。找到兴趣比较重要。哎，现在已经第21天了，哎。我们到地窖稍微搜刮一下，然后再继续，再结束这一天。明天不会哦，现在尽量固定周六开。有点渴，稍微喝一下水，等等，听下去。你们一直叫我玩戳戳乐 那个谁啊，生龙实况一直叫我玩戳戳乐啊，那个东西我又没有，我要特别去买啊，我又没有，我家附近又没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地窖我没来过哎、欸，它长得好特别哦、喔，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，有工作，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根本就超好啊，哦，这地方好棒哦、喔。我喜欢这里，我喜欢这里。我食物中毒的状态已经恢复了，只是血量还是有点低。这个洗衣机哎，洗衣机还可以打开看里面有什么。翻别人的衣服，那个很臭哎，因为没有拿出来晒。
要是很多木头可以拆，真的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这里好适合拆木头，根本就是一个工作用的区域。然后看一下，鹿皮靴、鹿皮裤、鹿皮裤需要三个，那我们至少还要再猎杀两只鹿。感觉先以一个为主，对不对？先以猎杀一个动物为主，对不对？这些椅子啊、桌子都可以拆。拆完全部放楼上柜子哦，懂意思。撬棍啊，撬棍在楼上。等下，我等下去拿撬棍来开这个柜子。这有两个柜子，还不知道什么。好，去拿撬棍。撬棍这里就有，好像那种逃离房间的感觉的游戏。要找那个工具去开某个地方，开某个柜子，然后柜子里面又有某个道具可以开另外一个地方的，例如箱子什么之类的。糖果是谁啊？I could use this. 熊可以等待，有机会明早就看到。OK。会觉得其实这里真的超好的，附近有，我刚看地图，有狼、有熊，还有鹿，还有兔子，什么都有。然后这里地下室又有工作间，这根本就是无敌强啊，强地点啊！好，6个小时，一下搜索完了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做个段落，休息一下。不是我没看到，只是我不出来提醒你们，不要我没讲就得寸进尺。木材放楼上，然后其他材料放工具箱旁边好了。啊，忘记加木头了，等等，我在干嘛？不，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耶，我现在哪里呀？好可怕哦！我真的找不到房子哎，这风太大了，然后没有任何可以，到后面会越来越难走。大概低于50的时候，我身体就会很晃很晃，几乎不可能走，越低越不可能走得了路了。所以现在还是黄金的救人时刻。